真多该上向起路，经过都市计划边界慢慢该本来该建筑特色做好模拍嘞。但是平东县逐渐向该中南村，还是保留传统客家中该丰年性，设计出来该总头土路，人工一片是米江村。平东县客家私募处年性到中南村期盼天向一家的比赛，由二十组群挑战，一片款几百斤同地图来天向，一片来凝视客种文化。什么名字？这什么意思？哦，用敲门的，没有路人甲，没有路人乙的时候，就去可以去敲门，没有关系。屏东县竹田乡中南村的村长邱明川，在天香叶芽比赛出发之前，向参赛的人演绍的长度的特色，因为这是某熟悉的人来指引，很有样可能会进某路。现在中南村的路哦，最近个迷宫啦，最近每个人都讲过怀深。啊，我电我入来，我出去哦，拢寻唔到路。因为人家用嗰种四通八达用的呀，电咧一开始拢电咧出来，啊，我刚无来，你问你，要电咧伊会电唔出来。计时开始。中南村地图的复杂性相当符合天香一野，屏东县客家事务处替中南村的朱王强、感言白公、梁皮白公、白字白公同文笔天一道，主要的客家特色景点、设置的五个打卡点，还有团撮团量的人做的双果馆。就是刚刚那个，就是刚刚那个，就是要有礼貌，要有礼貌，要敬的。亲子游戏，然后爱讲啊，录下各种的亲子关系、家庭的关系，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来讲下来，找出我的新的方向啊，用行的请到我的其他故乡。对你浦乡东南村来的梁子雅，以26分48秒打头灯。今天先从地图拍下来，再按照方向感的方式，半行半走来完成五个基点的挑战。也参赛的20组队伍，最后总顺利完赛。用胸八卦阵，哎，我是把用是把头弄，哎，哎，我的行到一半时有还有18米路，好行过头了，啊，又再多转来，又再请。第一个体能上嘛，让他们暑假都不要待在家里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让他们学会看地图找方向。屏东县客家事务处表示，天香叶芽发通按旧年来签署多分养，鼓励民众勇敢接受体力同智慧的考验。客务处加油也方发通来探索客庄的楼梯面，结合客家庄都的菜体资源，本民众认识真实的客庄文化。客家新闻潘神旺屏东报道。